好啦，喂，翻嚟第三節啦，讲咗两節呢个湾区，讲咗生意呢吓，我哋跌返转头嚟喎。咁但第三節呢冇办法唔讲一个最近非常之 hit 嘅话题啦。因为其实我哋呢即係都一段时间都当佢冇到啦，即係。因为已经消亡咗喺人哋记忆都淹没咗㗎啦。但最近又零零舍舍炒返出嚟。係啦，因为最紧要讲下点解要讲呢个人物呢。咁呢个呢就係我哋非常之熟悉。我哋都好了解佢嘅芒果佬，因为唔讲唔得啊！因为我哋个节目名叫星期二得道，系啊，因为二得道就系佢住嘅地方，系嘛？一我嗰阵时做呢个节目与大相关，即系星期，即系星期之期啦。咁我哋咧就容易咧就听我呢个节目，听多啲经济环节咧就可以得到道理啦，系啊，搵到钱啦，咁解又系与大相关，即系要搞捻掂啊！芒果佬二得道系。啊！我冇理解錯啊嘛，因為嗰陣時你哋做呢個節目係咁講。其實都係類似咁嘅意思嘅，咁但係之後咧，即係坦白講咧，我哋都十分之失望，即係芒果佬嗰個收皮程度咧，俾我哋收得太快啊！即係滾水淥豬腸，淥淥下，哇！點解唔見咗多一條線嘅？係嘛？好似呢啲魚絲咁樣，係冇錯，縮到咁樣。咁一個選舉就已經玩完咗。一個選舉玩完，咁即係變咗咧，我哋都我其實當初我都估到嘅，因為咧佢哋嗰邊嘅瓦解程度好快，因為你知啦，佢哋咧。类以前点解会咁样？因为佢哋本身个细胞分裂咧，就系、是、不断咁拆细，拆到咁上下咧，已经系碎晒噶啦，即系个力量组成唔到啊！点解咧？因为我哋发觉咗咁耐以嚟，由佢社民连人民力量到叶普成本土派咧，芒果佬跟住佢嗰班人咧，大部分都系一班大食懒嚟嘅。以我哋对佢嘅了解，真系一班大食懒，做咩都好咧。乜嘢都得嘅，但系到做出嚟系乜捻都唔得嘅，所以佢咪需要有黄杨达呢啲人啦，因为黄杨达吸到啲僆仔肯做肯搏命。哦，冇错，嗱呢样嘢讲真啦，即系好多人咧，话系黄杨达点样不时不时，嗱我哋咧做人一定要客观啲，我哋要从客观嘅分析咧，黄杨达喺呢个叫做咧，即系执行方面咧系做得唔错，佢可以呃到一班僆仔咧唔使钱帮佢做嘢。而且好似佢哋好似嗰啲叫做咩啊？即系要争重啊！一话掟一个图出嚟，几十人争住做，即系我哋有卧底下边。因为型威黑社会一样型威，跟黄杨达就型啊，冇错啦。当时系真系佢做到呢个效果，跟佢好似好型咁样嘅啊。咁当然咧，都系即系嗰、那个。时间就经唔起考验啦，系咪？因为真系到型嘅时候咧，最型系咩啊？就系、是、上擂台嗰一分钟，俾人打捻到扑街，系嘛？争少少掟毛巾嘅啫，系啊，顶唔顺啦，唔好再打系嘛？咁咧真系好捻型，佢其实嗰镬咧系对佢形象十分之大嘅损害，人哋觉得你个皇上好捻威噶嘛。天下无敌噶嘛！实战工党，哇，做个节目啊，菲律宾魔像系啦，啊，巴西游术系啦，喂，佢知菲律宾魔像帮你通柜嘅，系啊，就系我哋通柜，唔系，但系佢冇用噶，佢想识晒所有功夫冇用，因为佢根本就得一分钟戏嘅啫，吓，唔系啊，即系你上到台咧，你系将自己最不堪嘅形象咧就揭露咗出嚟嘛，咁人哋见到你，哇，屌你做咩？你即系原来嗰啲皇上咁捻流，俾人打捻到扑街系嘛？冇还手之力，咁真系噶，所以咧呢、這个问题，大家咧一定要去即系点讲，细心啲去留意，点解中国咁爱好和平？原因系同呢个黄杨达一样，因为佢惊唔会唔打得，打起上嚟俾人知道纸老虎，你明唔明啊？纸老虎最怕咩？最怕水嘛，一督口水吐落去，吐啊仆街啦，一督就穿，咁你谂下啦。纸老虎咧系切忌咧就遇到真老虎，咁你上擂台咧喂冇揸流摊噶嘛，系啊系咪？咁啱嗰个叫做咩啊？本土杯吓，咁又俾人打到扑街，系嘛？将本土杯双手奉送，吓、啊、咁你谂下本土派颜面何存咧？系咪？所以啲组织咧切忌，最好咧就匿埋，好似青龙教啊吓，好似招友传咁样咧匿埋好啲，唔俾人知道。系嘛，揾个假嘅出嚟扮教主，吓、啊、咁就安全好多啦。咁当然啦，双往嗱，我哋咧其实了解咗佢咧，我哋其实系一路都喺佢身上学习嘅，学习嗰啲叫做即系点讲咧？你即系类似独孤九剑咁样，每一个
招式都是由败招去吸收翻嚟。你见到双鑊中间犯过啲咩错呢，咁你就要去即係盡量去避开佢哋犯错嘅地方啦，起码做好啲啦，係咪。咁所以呢我哋会知道呢，我哋係要喺 YouTube 嗰度播出嚟嘅。唔係好似佢咁样呢督手指得200人督2万，係咪。咁你知啦，佢哋讲到熱血時報直播好多人睇㗎嘛，有80亿人 online 睇㗎嘛。係呀，冇错。每一个节目都80亿人 online 㗎因为有㗎嘛，因为79亿9千几万喺外星睇㗎嘛。係咪，外星有都要通过呢个 WiFi 技术嚟睇佢个直播，系咪？咁嗰啲微生物啦，好多咁喐下到，一个人可能有二三十亿微生物噶嘛，咁有八十亿人睇直播，有乜出奇啫？唔出奇，系嘛？咁啊，最近佢哋嗌交嗌得好紧要，你哋有冇睇嗰啲？其实唔系嗌交，系反面嗌交啫，有和好嘅一日反面。即系当然啦，每一次反面都由嗌交起嘅。哦，其实就唔系因为嗌交，系因为钱。因为山水喉，系因为由头到尾到而家都未正式分裂，但系咧直到黄毓民先生啊，我哋尊敬嘅教主，佢一话我哋停止再资助大香港赌神，系出封信，系有信噶，哦，咁好书面喎，即系好正式噶咯，系啊，有信噶，有信噶。就 cut 咗佢资助大香港早晨30,000蚊嘅。所以呢我哋睇。同埋冇得联播。係呀，唔联播啦。我哋睇唔起黄杨达呢有原因，我从来都好少提佢。点解呢，你收到呢封信啊，第一时间大普罗烧啦。係咪唔係你咗咁多垃圾桶咩，咩垃圾桶啊，大定嘅法宝盘去你普罗门口呢、這个名人商业大厦门口度烧。唔係吓喐文烧俾你芒果佬啊。唔係呢封信喎。喐文成日都话嘛、啊、律师信禮手屌佢啦。咩律师信啊，去你门口烧啊。佢成日都话㗎嘛，苹果日报啊，去你将军澳工业城门口烧苹果日报啊。我哋咪一撚样囉，收到律师信梗係去你律师行门口烧俾你嘛。呢一点就证明咗。佢冇烧封律师信到呢，佢亦都系想嘅得慢系咪跟住。同阿黄毓民先生真系两师徒，点解呢，睇个钱天咁大。咁佢咪喺度暗哑低食咗佢，睇下有冇能够再勾返囉。因为梗系啦，你睇下你睇下佢条僆法国佬。我同你反面，我收咗几多科金，我俾翻你。俾翻你，哇！呢啲真系唔系，其实真系。所以未冇得。呢啲唔系呢啲系学，呢啲咧学唔到嘢啦。佢哋唔属于叶普成喎，真系。喂，你入咗个组织咁耐，佢啲无耻嘢你一啲学唔到嘅。系啊，我卖咗架电单车，我都要赔翻晒钱俾你。边有咁戆鸠噶？系啊，梗系立咗钱你买另一部啦嘛，系咪先？所以黄杨达即系法国佬呢个真系，即系未学满师。系啊，冇错。所以抵踢出门，不肖徒儿。系啊，真系不肖徒儿，真系边有咁够蠢嘅人咧？喂，大佬，人哋讲嗱，佢哋自己讲啊，根据描，佢哋自己描述，系科咗唔计选举，唔计其他成，科咗100几万俾你、啊。哇，100几万买楼啦，窝仔街都系300万啫嘛，够俾首期啦。系咯，够买窝仔街噶啦、啊，买到翻大陆庐山大厦100万有得找。哦，还佢收租添、啊。系啊，冇错。哇，买啦，收埋租，仲埋业主，真系，所以我话啦。其实就由呢30,000而起。其实芒果佬都系笨柒，系咪？你谂下啦，打劫毫无鬼嘅进贡发烂细，喺老萧身上勾到多少，系咪？真系进贡嘅勾搭，系咪？到头来你咪人哋一声死老嘢。系啊，你而家打，咁你需要打手嘛？你冇打手啦嘛？咁啊系，我佢哋从来都系一个。呢、这个利益嘅结合嚟㗎嘛，佢三为一体就係、是、利益嘅结合。係。呢、这个已经讲咗好多次㗎啦。係。就首先呢就係、是、黄毓民就要靠热血公民嗰啲人。吹鸡。去吹鸡。係。黄杨达就需要陈云提供啲所谓理论俾佢。係。去做噏。係。陈云就需要借黄毓民嘅政治能量。係。咁而家对唔住啦，只要事实有一边冧咗呢就会全部含包散。係。哇呢、这个呢即係以前我哋睇嗰啲叫咩三一万能合三样嘢合体㗎嘛。但是但有一件唔得呢就会冧晒㗎。即三只脚呀，是但一只脚一跛就断啦，嗰个顶要跌落嚟啦，係咪？咁啊即係冇辦法㗎喎。我哋睇到呢个局呢，佢哋三个人呢嗰种性格都系觉得我大撚晒㗎嘛，係咪？即係你芒果佬你同我含撚啦咁啊吓。咁但係呢芒果佬觉得你唔系我，你有条撚黄金一样啫嘛。喂陈文觉得唔系我哋，你哋俾人黄天击
杀咗啦，系啊，系嘛，一早俾人劈捻死，系我作法啦，系嘛，顶捻住个女啫，你啲冚家产行出街俾连环雷劈啦，追捻住嚟劈啦，咁捻仆街人都有。喂，你其实你唔系好似我同阿刁物追得咁贴，你点知道佢哋嘅剧情真系咁样？唔系我有睇噶嘛，你知道我哋有好多人报告俾我哋听啊嘛，啊，即系咧，我哋其实点解咧？我觉得啊，喺香港地啊，我都系数一数二咁了解芒果佬啊，佢嗰种心理状态，因为我要去揣摩佢嗰种心理状态嚟。哇，好高难度啊！系啊，你一定要去谂，因为咧你要做啊，有啲咩方法，即系可以令到佢唔开心咧，系咪？咁我哋做咗好多方法啊，我哋经过分析之后咧，系做咗一啲，尤其是芒果佬。点解佢叫芒果佬？我一定要不厌其烦讲多次，因为佢喺台湾生芒果。主要咧，其实唔系，因为咧当年系讲翻2013年，好似系三月份，咁啊佢喺呢个叫 2% 执委会，当时仲唔系 2%， 当时都仲有好多个 percent 嘅，喺嗰个执委会咧就被一位女士咧就叫佢食屎，咁佢咧就。十分之大仁大义，诶，我边度会介意呢啲说话？我都唔当放嘴在眼内，讲咗八集，一路都话唔介意，一路都话人哋叫佢食屎唔介意，但系讲咗八集，集集都话俾人都睇呢件事，佢从来都系唔介意嘅嘢咧，其实真系好介意，口话唔介意，咁口不对心系嘛？佢讲举个名言嘛，菜你生芒果系嘛？点解？因为佢镬镬得财嘛。咁生咁多芒果系嘛？系咪攞啲去批发啦？系咪叫芒果佬啊？系嘛？咁因为咧就系、是、呢个名字就系因为咁样得嚟。但系生芒果嗰啲芒果唔可以攞去卖噶。佢卖你都唔知嘅啫，系咪？你知啦，佢已经唔系单纯嘅批发商，佢已经系成为生产商，佢自己生出嚟嘛。冇错，系嘛？所以咧，我嗰作咗副对联咧，就果树无辜生郁闷。系嘛？你谂买一棵树好地地一棵树，生咗个郁闷出嚟，等于吓你芒果无端生出嚟，系嘛？梗系惨啦！呢啲成棵树连根拔起，换个棵嘅要，系嘛？一定系唔系好嘅树。不过而家成件事仲争一个人系未出声嘅，边个咧？黄杨达。哦，佢自己唔会出声嘅。佢从来都系噶嘛。咁有打手嘛？哎呀，到时啊，如果出嚟讲啊，唉，我从来啊。都唔支持芒果佬㗎啦，甚至乎由佢口中讲啊，芒果佬你食屎啦咁样啊，就冇得掹㗎啦。因为而家仲係三鸡嘢嘛，仲可能有机会拗得返三鸡嘢嘛。当然我哋觉得大家都知道冇机会㗎啦，因为芒果佬都讲到出口啦。係啊，扫地出门。咪囉。咪因为其实我都知嘅，因为以前呢啱啱好做笑死朕同早朝天下嘅时候呢，我真係忠实 fans 嚟嘅。黄杨达嗰阵时讲咧，话佢嘅最中意咧，即系代表呢个抗争嘅 icon 系长毛，系，但系黄毓民唔系佢眼里面嘅英雄嚟嘅，系狗熊嚟噶嘛，啊，但系当选，因为走佬去美加嘛，当年系咪？系啦，但系边个有着数，我就黐边个，系咪啊？当时佢拗萧若元30,000一个月，三万蚊。咁多咩？30,000，早就天下有30,000，有咁多咩？唔系两万。喂，啱救生员写嘅啫，佢话佢嗰阵时讲30,000，就同老萧讲，老萧我唔同你讲，问萧定一同你讲，萧定一见到佢就话一毫子我都唔俾，扫地出门，做埋嗰个礼拜散水。哦，咁值钱嘅、啊。所以后屘黄毓民就醒啦，哦，原来30,000就买到你个扑街啦，我就俾30,000你。屌你老味啦，点解三万？系咪老作噶呢、這个古仔？喂，唔系喎，系救生员讲嘅，屌真系佢讲嘅嗱，所以嗱醒啦，黄毓民就嗱，屌你30,000就买得起你啦，屌就俾30,000。喂，你睇下跟得几贴啊？我喂，我都系人嚟报告俾我哋听咧，咁我节录系咁依加啲，即系提咁依揦揦嘅啫。你叫我睇晒，我真系冇咁多时间。30,000梗系唔得啦，阿万必做咗 CEO 都冇收咁多啦，两鸡啫嘛，万必。从来嗰个 CEO 嗰个位置都系两鸡啫嘛，咁人哋唔系做 CEO， 系系咪啊？我做节目主持人，即系等于郑大班啫嘛，喺商台嘅地位，屌你老咩？所有嘅广告都因为我而嚟，我唔收你一半啊！人哋30,000收少咗你噶啦，咁佢可能当自己系啲足球员咯，佢应该高人个球员高人工过个教练咯。哦，咁唔出奇嘅，咁系咪啊？所以你就知道点解系30,000哦啊！
而即系呢个神秘数字，系啦，就而家可以知道啦。咁阿王杨达嗰阵时尊敬长毛吓，但系一有钱到嘅时候咧，就转封入去佢师傅，跟住就踢走长毛。咁啊，呢个游戏不停都系咁玩人。但系嗰阵时咁，记住提醒翻大家，初初阿郁敏话咧，每个月同佢联播嘅时候咧，系嗰把口讲嘅时候系话俾十万一个月。哦，跟住蒙古佬作大，你知督数嘅嘢好容易啫。啊，即系提翻大家啫。通常哦，咁啊唔系嘅，嗰阵时系啊，冇错啦。我唔系咁，我点样收支持者十万蚊咧？系啊。咁我梗系要水分噶嘛，大佬，科金都要抽三成啦，系咪啊？呢啲叫现时坐监540咋，俾律师费佢抽三成啦。呢啲咧叫借艇割禾吓，即系咧。哇，咁佢讲啲禾都好劲喎。同人哋讲单生意，喂嗱，有件笋嘢嗱，我咧十鸡嘢买翻嚟啫，嗱，预你一半好唔好啊？其实三万蚊翻嚟，系系嘛？咁你预你一半，收你五万已经净赚两万啦，系嘛？咁仲有，你俾五成股份佢啫，一嚟一样啫嘛。周慧腾讲，我已经一句俾十鸡嘢呢个热狗。咁咪啱啦，咁咪到时吸翻十万蚊翻嚟，咪自己袋七万咯。即系早轮选举啫嘛，咪全民嘅，喂，屌你老尾，一千万出嚟选，咁佢自己俾实际呕三百咋，系咪啊？咁你有七万去边啊？条数永远都系咁样计，督数即系装修一样啫嘛。唔紧要，佢边度有一千万？你睇佢嗰个竞选工程边度有一千万咧？咁人哋把位咁开啊嘛，大佬，俾多一件事啊，系咪先？即系浮水之战啫，浮水之战都号称一百万大军啦、啊。即系你头先讲系咪先？即系寻日游行咧得两百几人就号称一千啦。啊，佢哋号称六百，因为苹果日报帮佢做六百。但哦，唔系真系苹果日报帮佢做六百，但系咧即系因为咧今日我哋有啲人咧探讨就琴日嘅游行啊。咁啊，事完咧就有几位白票党就搞一个游行，咁咧就有啲梗系好影惹嚟有部分嘅市民不满啦，咁啊就喺度话佢哋，喂你哋冇一百人，你哋嗰个冠军喺冠军大喺度得翻嗰啲人，逐个数都系得五廿几人啫，咁啊跟住咧就即刻有支持者，就佢哋嘅比较忠实啲支持者就贴苹果日报条 link， 因为明报得三百啫嘛。咁有咩方法咧？警方话三百，系明报都系写三百。唔系，警方写三百系啊，咁跟住咧，苹果日报即刻有六百啦，系咪？呢个世界就系咁啦，有即系咧，好似建筑面积咁样啊，有苹果数字同埋一个警方数字，但系又唔啱、啊。喂、就是，苹果不嬲唔帮佢哋嘅，帮苹果不嬲帮泛民嘅啫。苹果嘛，苹果帮佢哋噶，咁佢里面有帮长毛咧，有长毛噶嘛。系咪啊？帮泛民多啲，系咁有长毛嘛？长毛佢哋自己有嚟啊嘛，咁咪要帮手督下噶嘛？咁但系咁样嗱，有啲喺当时即系有喺现场嘅网友就数过人头就240几人系嘛？系，即系连埋晒职员、连无监事吓，连埋连唔连嗰啲记者啊？我咁唔连，我唔连记者，我连埋记者啱啱数三百人，啱啱冇错，啊条数系准确嘅，准确嘅啊！差佬真系好少咁准确，即系连埋记者应该有三百人。唔系啊，因为太易数啊，你冇得呃人。人啊嘛，咁数三百几分钟数完啦，咁你冇得呃人噶，你三万就呃就话有时难数啲啫，三百实数到噶，下次好容易，下次仲易啲啊，系嘛，下次得五十人，咁系咪更加准确啊？你52或者54直情数到足啊？你不如话四五万到，咁啊嗱，我认为咁样做人要公道啲，短时间内都唔会变四五行动，一年后啦。而家唔会嘅，冇咁快嘅，缩得冇咁快嘅，系咪先？即系你条猪肠咧，一缩落去咧，缩极啊！你嘅密度增加咗，你冇办法再缩落去噶啦嘛，系咪？咁啊，你只能够咧等个水分慢慢蒸发。其实而家成个咧激进民主派啦，即系连埋本土又好，叶普成都好啦，其实萎缩得好紧要，各方面讲翻啊教主呢一镬，而家同陈文都反埋面。今日陈文直头即系开个 Facebook。暗示佢收工，共产党钱系佢出卖佢哋，所以而家佢要移民美国。哦，有人话叶普成今次大败系因为黄毓民收咗共产党钱。啊，我又啱啱听最新嘅版本系咁讲。嗱，咁即系咧，老实讲啊，即系我觉得咧，同一条船嘅人咧，就唔应该讲呢啲说话嘅。即系当然我哋唔同一条船，我哋可以咁讲啦，系咪？啊，嗱，呢个咁讲吓，呢个世界咧就无奇不有嘅。系嗱。早都十年都冇嘅，应该就试过有一场英格兰超级联赛咧，系就有两条友俾人赶咗出场，就系、是、因为打交。系，咁但系问题系，通常打交俾人赶出场，你会谂系咩事咧？因为
肢体冲撞，语言有啲咩冒犯咗？系啦，啊，你又屌我老母，我又乜乜乜？系啦，咁通常系咪 A 队同 B 队两条友打上嚟嘅？系啊，但系嗰次同一队啊，冇错，同一队嗰两条友突然间讲手，哦，跟住咧就要对方球员埋嚟劝开。哦，咁样啊？喺边队球队啊？某加数，冇印象。某加数，当年阿桑拿士教嗰阵时，哦，就试过啦。嗰阵时系咪舒米高喺度嘅时候啊？唔系，舒米高唔系踢某加数，退咗休啦。舒米高唔系踢米加数，唔系踢某加数。阿桑拿士做领队嗰阵时，咁，哦，结果呢就发生咗件事呢，就是对面球员劝开咗啦，跟住球证埋嚟，一红牌两红牌，一次过赶晒同一队两条友出场。哇，真係我真係一啲印象都冇喎，但係呢个几经典喎，呢个。咁你话而家系咪咁啦？而家唔系咁。而家改十三个。系啦，因为其实好简单咋嘛，你而家讲黄毓民收共产党钱，但系黄毓民出钱资助你两个出嚟选，你两个同等系收咗共产党钱。系啦。即系当睇唔到。即系等于以前啊，黄毓民码头同阿陶君能讲，肥佬你啲钱我睇唔到，我唔知道。我当你唔好我当我知睇到。系啊，我唔知道，你问佢攞，我唔知道。跟住屌你，屌跟住转头屌鸠你，屌你老母，你收肥佬你钱一捻样。系一样，系冇错。吓，其实就全部都知，系咪啊？如果系就全部都知啦。即系古德明咧，嗱，我觉得当时咧，古德明讲咗句有一贯教啊，吓，平时就满口仁义道德，就口讲就要打倒共产党。点知咧，每一个月咧就坐一架嗰啲叫做中港嘅七人车吓，就会上大陆咧就汇报情况。仲系冇呢，唔系嗰啲已经系冇记录，冇出境记录，军车先冇出境记录，冇出境记录嘅七人车，系啦，就上大陆咧就向上面汇报，只有解放军嘅车。当佢啊讲完呢位故交出嚟之后咧，芒果就对号入咗呢架车啦，冇错，系嘛，就大发雷霆，就屌柒呢个，佢哋咧叶普成就后屘发起一个围剿呢个叫做古德明嘅行动，吓咁啊，大家有印象嘅就会历历在目嘅，旧年嘅啫。几个即系一年前到嘅啫，即系等于阿芒果佬咯，性格咯，话唔介意即系最介意啦。你话我咁样，我话我唔系咁样，我其实就系咁样咯。系咯，即系佢个名点解得嚟，就系因为佢个性格出卖咗佢嘛。好明显睇穿咗你个窿嘢嘛，系咪？你唔系你使乜咁紧张？系嘛？人哋会话：，嘿，黄毓民啊，佢帮梁振英冚过捻噶，你唔会觉得你唔会介意噶嘛？系啊，因为你冇做过，你系咪唔会介意？系啊，系你仲笑出声啦，几好味喎，呢个系咪？好味啊，哀事咁样啊，系嘛？但系咧，你当一话你有收共产党钱，哇！你嗰啲即系介意到不得了，你系咪话俾人知？赢晒啦，唔使招供啦。啊，你行得正嘅，已经费事同你讲。系咪？即系有啲人，你真系长毛，咪费事同你讲啦。系啊，你讲佢啲乜？你唔睬，你跟住小口齐齐咪行。系咯。啊，即系个印象就系咁样啦。系咯。但系当你讲到长毛系因为某啲原因以为曾俊华赢紧，咁佢就即系开始点讲？会唔会发脾气咧？哦，摆明系会发脾气啦。我会发脾气，咁大家唔好再听佢啦，即系喐手打人。即系芒果佬咧，你话佢识学老拳咧，都唔会打伤你啊！长毛会嘅，又关住长毛好打啲嘅，唔系因为长毛真系兴嘅，佢真系会打人。系 啊，因为唔系嘅，佢真系拉着佢一只牛嚟嘅啫。佢拉着佢，佢真系会同你嘈嘅，会有肢体冲撞嘅。黄毓民最多答：，唉，唔使咁嬲嘅，大家惊讶下，几时再出嚟饮茶？喂，大佬，我哋真系属黄毓民噶，佢屌到你仆街，应该转头见得到你立住你，喂，点啊？哎呀，甚至你咁样讲，哎，都算啦，几时饮茶？我慢慢解释你啫。唔系，未必使解释吓。不过咧，佢讲嗰个咧，即系讲一套做一套咧，呢方面真系炉火纯青。系啊，黄毓民就系咁样，但系黄毓民而家开咗名，同你黄毓民做任何嘢都好，先揾几个烂头出，讲啲，跟住又唔讲一啲，跟住屌你都个造成个时势，你下低开捻行个机器啦，啲自己下低啲僆识做嘢啦，跟住佢就加爆一 Q 就烧着你。不过咧，嗱，以前嘅毓民咧可以嘅，而家咧即系坦白讲少咗好多啦，下低嘅打手亦都少咗好多。李慧贤嗰啲唔见咗啦，所谓细妹冇咗好耐啦，冇咗好耐。结咗婚冇做啦。佢冇出嚟，佢下低嗰班人缩咗好多噶，即系坦白讲啊，而家成个虽然佢哋缩到好似猪肠咁样啊，都系大部分嘅打手都喺勾搭嗰方面，呢个系即系我观察到翻嚟。而家咪仲有
嗱，陈文都好多打手嘅，芒果佬咧系一班死忠，但系打手唔多，真正嘅打手唔多。你蠢啊嘛！你睇下佢个手下系咩人啫？嗰个叫光明左士鲁比兰啊，鲁比兰，加一个光明右士阿近，系啊，阿近，跟住仲有紫白金青系嘛，数唔数到？数唔到啦，冇咁多护法你咩？有救生员，阿温边，阿温温边，你哋，屌你老味，真系算罢啦。梁锦祥，梁锦祥，梁锦祥似青翼福王我吸血过啊，屌你老味，系嘛？你打小念头噶，打小念头又点？你睇佢个样子，似唔似？青翼福王吸芒果汁啊？吸捻咗几年咧？佢唔系吸芒果捞边捻到人请啊？系嘛？唔系吸紧芒果汁系咩？吸咗几年啊？吓，系你知唔知道？当年佢做呢《癫狗日报》，《癫狗日报》嗰阵时佢做编辑噶啦。啊，咁啊十几年喎，好耐噶。哇，咁啊成咗精，变咗芒果干噶咯，啲吸吸埋埋，你知啦，佢会沉淀噶嘛？啲芒果系嘛？喺个胃里面可以攞出两个芒果干出嚟嘅。咁我哋咧，对于呢个叫做咧，呢单。叫做网台界趣闻，趣闻，我哋系会不断跟进嘅，因为咧，我哋系会拣选啲有趣啲嘅材料，系嘛？嗱，咁啊，为咗咧，我哋亦都见到今日有个制作非常之认真，同埋非常之精美一条片咧，就出咗嚟吓。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可以 search 芒向报 YouTube。嗱，咁咧系会有一个咧叫做王阳达成王玉文反骨仔嘅一条 MV。冇错，系啦，可以咧，大家如果可以咧，跟住一齐唱吓，或者我哋试下有冇版权问题。如果唔系冇嘅咧，我哋就摆我哋嘅片头片尾播俾大家睇。啊，播俾大家睇啊，我谂都唔会介意啊。吓，咁啊，记得一定要播呢条片，播呢条片系啦，吓，系啦，我哋帮忙报啲系你老友嚟喎。我哋呢友好嘅，吓，友好朋友。咁佢设计十分之精美，系啊，我觉得咧可以推介俾大家去唱起呢首歌。唔系微电影咁简单。啊！一个标准嘅，即系拍得住以前咧 ，Michael Jackson 嗰啲咁，俾几百万美金拍嘅 MV， 真系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唔系，同埋里面啲嗰啲歌词，同埋嗰啲嗰啲叫处境，嗰啲画面咧系十分之贴切嘅。系啊，系 cut 得几好嘅。系啊，同埋唱嗰个咧，真系成个黄家驹翻生。啊！令人好有爆炸力。LMF 乐队系啊，冇错。嗰个一个乐队唱专门唱粗口歌噶嘛。咁呢段片都系粗口歌。唔系呢个系啱佢，好适合佢哋嘅。系啊，黄杨达最出名都系讲粗口。反骨仔嘛，唔系佢最出名反骨仔，因为咧你上去 YouTube 唔系嗰啲 Google search 咧，打一话打黄杨达就有反骨仔喺后边。而家仲系咩？因为佢 icon 嚟噶嘛，冇人反骨过佢噶啦。今次再屌埋芒果佬老母嘅话咧。啊、真系噶，冇人反骨过佢噶啦。我真系好捻难见功嗰啲人啊！你个朵咁臭，屌你老尾！我今日请你，转头你咬鸠我。佢最好系去咩边度电影咧 ？CIA， 横掂都做二仔，系嘛？喂，唔系、啊，咁又用咩做双重间谍噶？咁搞法？系啊，系啊，因为咧 ，IS 又请佢嘛，可能啊，同时，但系咁，而家个叶普成散咗之后，有好多人真系唔有冇得捞。点解咧？可以从事边方面嘅工作咧？你一睇啊，富兰街，你一睇啊，老美男钱咪落啦，话保护咗我哋黄毓民教主嘅春台咁捻耐，守得几捻好，捞保安都有得捞啊，大佬，啱唔啱？保安就唔系好好捞嘅啫，坦白讲。佢横掂都睇马经嘅啫，佢冇嘢做。佢而家份工好捞啲噶，其实，因为嗱，人哋即系我哋都不厌其烦讲，老美男嘅最大功能两个，食薯片，睇马经。人哋从来见到佢，只系见到佢两个动作，就见唔到第三个动作。咁你试，你明唔明啊？你去见工，你见保安，人哋问你咩技能，食薯片睇马经，咁你点见工？好难嘅，唔得噶。都系咩有睇到佢呢样嘢？我想知。个个睇到，个个去到地板都睇到佢做呢两个动作，冇其他嘢做嘅。你有冇搞错？即系唔知明咩？我唔系黄毓民嘅忠实 fans， 我哋系。我哋好嗰阵时，我哋好资深噶。喺李郑屋村办事处，我真系买飞，真一入袋，各各各一开门。
食紧条片跑紧马经，红喺红磡都系咁嘅红磡。啊，真系啊，你真系好，你真系好捻了解佢真系。唔系我哋咧系好资深噶，我哋我哋完全系好资深，因为咧我哋关怀一个老人家，系咪？即、就、系、是、对一个即系、就是、收共产党钱，仲要去扮到咁义正词严嘅人，我哋好佩服嘅，系咪？即、就、系、是、当然佢系咪真系共产党 exactly 咧？俾钱佢咧，开支票俾佢咧，未必嘅。咁人哋可以透過好多關係，係咪話俾你知，哦，今場啊，新界復星可能會贏，買少少啦，唔好贏咁多，贏五萬好啦，咁樣，即係可能咁上下咁啲嘢咧，點知啫？佢唔使直接俾錢你，俾你噶嘛？唔怪得知老美男屌你老咩，成日跟住阿馬教主出入馬會。梗係啦，佢啱啱收到電話，喂，唔係老教主話要贏五十萬，我都贏翻十萬蚊先啦，還定人工咁少係嘛？咁佢就收埋一份啦，係咪先？係啊，唔怪得成日跟出跟入去馬會屌。梗係啦，喂，你摸嗰度頭馬拉噶嘛，成日都拉頭馬，你諗下係嘛？係啊，喂，抗爭英雄做到有頭馬拉，幾難得啊！系咪？喂，出边啊，好多啲支持者俾马会杀到一颈血，铺草皮有份啫。有几多人又去捞头马啊？不过而家即系陈好成功，我觉得。不过两边都好啦，即使而家散咗，咁啊退出啊教主话退出政坛啊，咁啊虽然讲咗成个几礼拜，你点睇？我觉得佢系会退出政坛。点解退出政坛呢？因为佢。嘅利用價值咧係真係大減。首先吹唔到雞，因為人哋如果要吹雞，會直接收購黃楊達，唔使佢個 agent， 佢已經變咗個中間人啊嘛。喂，對唔住，而家黃楊達都冇咗，冇錯啦，冇埋要去公民㗎啦。即係咧，黃楊達都冇吹雞能力，咁你呢個組織有啲咩值得我收購呢？你個熱血時報變咗死 page， 三十幾萬拉冇夠用嘅。仲有熱血公民就變咗社區組織，熱血公民變咗糧血壓，變咗熱血公民協。咁我有个文協啦，正宗啊！我点解要个热血公民協呢？系咪？咁咪凉血系啦，做咗凉血公民，咁佢本身都系凉血嘅啦，凉血动物嚟嘅啦，咪做凉血公民冇问题啊？系咪？喂，你但系你点样睇紧佢？佢唔可以再吸纳另外一班人，另再另起炉灶咧？吸纳啲咩啊？即系以芒果佬嘅。而家嘅芒果佬只能够吸纳老鼠分嘅嗰啲客嘅啫，佢只能够建制派里面咧造成撕裂，所以咧唔会用佢噶啦。即系我认为咧，上面咧系会同佢终止雇佣关系，吓咁继唔继续同佢公社保唔知，系咪呢方面？所以唔怪之要断水断粮，所以佢三万蚊都俾唔到。因为咁啊嘛，上面 cut 佢啊嘛，即系咧叫做咧，好似香港政府咁样啊，谨慎嘅量入为出。上面条水山，我咪焗捻住山你咯，系咪？喂，之前。啲老板好阔绰，个个礼拜有拉有头马拉，经常有马赢嘅话，买下股票又可以赚，度度都可以搵到钱，咪跌三鸡嘢俾你，咪当俾乞衣咯。而家粒粒皆辛苦，而家仲俾你，或者真系冇资格乞衣笔钱啊嘛。我呢个我都相信。系啊，佢而家佢做咗个佢噶啦，做咗个叫郁文会客室，诶，帮佢宣传下啦。诶，呢啲大台啊，佢啲大台，我啲细台啊，系请亲所有嘅人翻嚟。都基本上是建制派。他的朋友在晒那里嘛。是啦冇错、啊、最佳期仲是钟树根。不是一个问题呢就是他永远同人反面呢就是同近自己那些人反面的嘛。远那些冇反面的嘛。哦、冇机会反面啊明明白即是呢行得秦穆公的政策喎远交近攻是吧是啦。他根本就冇机会反面。嗰啲永远系最好关系噶，咩谢伟俊啊，嗰啲，我谂迟啲咧会请埋啊，佢个沙煲兄弟梁志祥啊，同佢有九分似样嗰、那个，梁志祥、啊、三个一样样。啊，梁志祥嗰、那个唔系，嗰个叫做咧工联会郑耀堂，郑耀堂嗰、那个另外一个兄弟叫郑耀堂啦，话迟啲咧叫串烧三兄弟，系嘛，开动笃笑，系嘛，两个咧移形换影，好似嗰个叫做勇者无惧嗰个咧，系袁信义啊，系咁喐嚟喐去，你都认唔到系边个打边个，系嘛？三个都有脚，你帮唔到嘛？你唔能够，哎，冇脚嗰个你帮冇脚嗰个，三个都有脚啊，你认唔到噶，系咪先？你冇办法以为佢系你，不如你讲一正经少少啦。其实你睇翻黄毓民咧，佢咁多年嚟都系咁噶啦。首先咧就系佢咧永远就系喺理想同现实之间咧，揈嚟揈去，揈嚟揈去。佢早年咧就讲下理想。跟住做下节目，一做咗电一红咗咧，就即系去搏命去搵钱，搵一轮钱，
我喺咗隧道口撞咗车，冇得揾啦。佢又追寻阿李真，整翻整张报纸就食到佢瞓喺度。系，跟住冇办法啦，又要转翻转头又追求阿李想啊，整翻个政党先。我又唔系咁睇喎，佢挑嚟挑去，挑嚟挑去。佢写份《癫狗日报》唔系因为理想，系因为知道写一份报纸，我揾到食之余，我仲有我嘅公信力，我自己个全价值喺度。系 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都系有少少嘢想，佢想做翻啲自己想做嘅。我又唔睇佢份报纸，未必，因为佢做嗰份报纸真系做得好难睇咁解啫。我嗰阵时其实唔系太薄啦，因为咧佢份报纸一个人写晒，屌你薄得咁紧嘅咋？你薄得咁紧要？喂，你当你冷门马经啊？嗱，唯一薄过佢就系冷门马经同卢楚灵，最有一张纸嘅啫，佢两张纸，唔系咯，佢两张纸嘅啫。咁佢两张咪人哋一张嘛，系嘛？即系变咗嗱，你贵过人哋喎，好似佢唔系卖普通一份报纸价钱嘅，佢普通报纸卖。价钱普通报纸价钱，唔系卖十蚊份咩？唔系五，嗰阵时系唔知五蚊嘅，好似后屘周报先卖贵啫。佢系日报嚟嘅。呢度讲到呢度啦，下次再翻嚟。好啊，咁啊停一停啊，系又要加时啊。